就感觉这个 Valentino 这次的设计非常独特性有态度，然后对于细节的把控也非常的独到，然后每一个 look 都非常棒，对。如果我做设计师，我最擅长的是音乐，谢谢。其实每一个都非常喜欢，然后那个毛绒鞋子也不错。完了以后，我最喜欢的一套 look 是那个牛仔服的那一套 look， 对。Valentino 的铆钉鞋。好，这下又被问倒了，哈哈。这身造型的亮点应该是在，鞋子跟衣服吧。对，这件风衣是还暂时还没有上的新款，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稍微等一等。